IG 输了吗？他是电视的 SDG 领先7000-8000。哇操！被你们说的我好烦，被你们说的我他妈想去看比赛，我好烦。人马上单现在还能玩不？一般吧，打野人马居多一点。玩一把吧，人马上单搞一把。啊啊！输赢都无所谓，其实这把对 IG 反正不是已经出现了吗？已经稳小组第一出现了呀，无所谓了。其实这把输可能我觉得还好一点，真的，这把 IG 输了或许还会好一点。大这种比较纠结的局赢了，其实也可以。又碾压的话，其实反而不太好。Rookie 对上 Faker 的时候，我感觉跟他平时不一样， Rookie 会比较怪。 Rookie 对上 Faker 的时候跟他平时不太一样，就他会，就我感觉他的进攻欲望会比平时强好多。就我看 IG 打 SKT 比赛， Rookie 对上 Faker 之后的进攻欲望会强很多，会比平时。虽然拿到了世界冠军，但是中单选手其实就是除了团队的荣誉，在个人的荣誉上，其实在对上 Faker，其实还有一个个人荣誉要争取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对他有影响的，在打 SKT 打 Faker 的时候。就像现在任何一个上单对上Rexai，他也会，懂吗？就那个人他也会对他有影响。兄弟们，我出大问题了，跟你们聊天去了，符文天赋没关，我傻逼了，我人傻了，完了，我这把人马会巨他妈缺蓝。谢谢骚猪 CSGO 求个好友位，可以，给你个好友位，好吗，兄弟 ？CSGO 的好友位可以给你一个。今天这个比赛又不重要，我操！哪有一个队伍他妈可以一场不输一直赢啊？ G
讲道理，正好输了是坏事吗？不一定是坏事呀，对于最终的结果来讲是好事呀。电子竞技这个东西，说实话，好吧，很多事情过程是很重要的。电子竞技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妈逼，结果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是对于观众来说，这又不是打决赛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武器已经没血了，现在打野什么暴女，当然可以。可以啊，他就这点血。你这一放的也他妈太演我了吧！我操！我人马出不了鞋子，怎么打呀？啊！我人傻了。他妈人马出了个多兰剑加长剑。呀，眼就插错了，打他妈的棒棒棒棒。已经下班了，输了，他妈输很正常呀，这把输了未必是坏事，有什么关系？月吗？哦，推线了。微蓝了，嘿嘿嘿，送了，啊呜啊呜，谢特 baby 哟，送了送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把符文天赋不错，这个人设我必死。我他妈蓝太少了，我没有那个法力流系带，你知道吗？可以，等会儿复盘好吧，等会儿复盘。我没有法力流系带，我太他妈缺蓝了。我刚刚有一个 Q 他就死了，一个 Q。但我这波其实是不亏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觉得我这波亏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一点都不亏。武器塔下少吃点波兵。
而且第一武器塔下少吃两波兵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武器很现在又值钱了，而且他必为我单杀，他这会为我单杀，我叫你们，我可以称呼你们为父亲。这前提是他要出来啊，他就锁塔什么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行不行，这他妈太装逼了！等下一波吧。别越别越，我单杀他。差点叫爹，兄弟们，只差一点点我就要叫爹，只差那么一丢丢我会搞爹，但是没办法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这么打完复盘啊，别急啊！哎，怎么他妈的小组赛已经第一了，输了一把，跟他妈世界末日一样呀！我看弹幕，这把输了是好事呀。之前他妈的你们不是乱吹吗？都吹到天上去了。这把输了是好事呀，这把输了又不是坏事。这把输了是好事呀，这把输了不是坏事。你们要记住，电子竞技这件事情是一件注重结果的事情。你们知道我什么意思吗？你小组赛十杠零有什么用呢？你小组赛十杠零，你最后夺不了冠，大家记住的永远是冠军，而不是十杠零的小组赛的你。就像 YMO 常规赛以往多猛，波波常规赛连胜，一打他妈决赛二杠三，最后他妈进 LPL 的是谁？是他妈别的队，不是我。我操他妈臭逼！我把上路推了吧。我撞上吗？
一样的呀。无敌了，这把。浪了浪了浪了，去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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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下，你们上去，你们去中，劫上去带武器提款的，你们去中，真的，让他们去中，他们去中，他们他妈，等我来等我来等我来，这波下团你妈臭逼团。上去呀、啊！哎呀，这机器人又他妈菜又不听指挥，别给武器发育的太舒服。李哥今天很 C 吗？真假的，李哥今天很 C 吗？李哥今天很 C 的话就有点恐怖了呀，李哥年纪已经大了呀，不应该 C 了呀。谢谢刀削面剑剑的两个火箭，谢谢刀削面，谢谢剑剑。很暴躁，李哥，李哥年纪大了，讲道理不应该很 C 了。猛啊！李哥还是猛呀！哇，我好想看比赛，快快快，把他们推了！但说实话，你们看比赛，你们聪不聪明？不是聪不聪明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？Rookie 其实对上李哥的时候，会跟他平时的玩法不太一样，就他会有变化。Rookie 对上李哥的时候，你们有感觉吗？真的会有，真的会有。就世界那种冠军团队型的荣誉 ，Rookie 已经拿了，就是决赛冠军。但是这个世界上，你就比如任何一个选手，你很强，你要在中单这个地方，你要拿到那个荣誉，被称为世界第一中单，你永远都要翻过那座山。我感觉 Rookie 打遇到 Faker 的时候 ，Rookie 的进攻性特别强。前两天那个流浪给我看傻了，为了点一下，他妈进塔挨了两下塔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猪来了，这波。
机器人真的，可爱呢。哎，这个机器人，哎，笑死我了。啊，现在是一个编剧。对。哎，机器人，出个什么？出个血手，没用，血手，没用。对面韦恩、露露，两个狗逼英雄。出个精神导环吧，这波。进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给韦恩来一套，看有没有什么地方。我操，牛奶猛啊！操，这波是我多虑了，我以为你有危险。怎么说？给他们推了呀，看比赛去了。哦，不要来，我满 CD 了。哦，没满。哇操！秒表这个东西是真的 bug， 你懂吗 ？bug bug， 兄弟们，这个东西他妈的 bug bug， 怎么说？看复盘可以。